在看这部影片之前先点个订阅，然后开启那个通知，这样你就可以收到最新的资讯。然后也记得在下面点个喜欢，看我们今天能不能打破十个喜欢。一，结果，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些事，就是关于一些更改之类的事。为什么会带两位？因为等下就会有惊喜。那首先是，我如果你有关注我 YouTube， 你应该知道欢哥 YouTube 名称改了，因为我发现太阳这个名字，有看太大的人都会知道，他有一个朋友，然后他名字也叫太阳，那我发现被冲突，那这样子我觉得不太好，所以我换了一下，然后跟我的好友有同。讨论了一下之后，我们决定把它改成洋芋片曲。是洋葱，那是太阳的阳，对，没错。好，那总而言之呢，因为我们更改了嘛，所以全部其他的事呢都要更改。那包括什么 My Quiet Skin 啊之类都会更改。那可是我之前的 YouTube 影片名称就留着太阳318，就当做一个历史记录，至少我当过一个照亮大家的太阳。上午三点三十分，又没有想那么长时间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这边有 Minecraft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r. 太阳三零。Hey， 又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Mr. 太阳三零。今天 Hey, what's up, 大家好，我是 Mr. 太阳 Sunny。 好，你们今天发现我非常大家好，我是 Mr. 太阳 Sunny。 那我们今天要跟油桐一起来玩 General Style。 安安，那我们刚刚已经开始了，但是我忘记录影，所以对啊，所以现在有点晚晚的开始太快了，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。是啊，还有大家好，我是 Mr. 太阳 Sunny。 那我们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优桐的华人 Studio。 今天呢，被太阳邀请来这张地图啦，没错，解密地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r. 太阳 Sunny。是西瓜巴拉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来到了，对，油桐的世界。如果你没有订阅油桐的话，你们应该知道，就是油桐有一个认真生存的系列。那我会在右上角放一个资讯卡，然后你们可以去点一下，然后去看那样子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来参与了油桐的认真生存系列，耶！要拍手。好，那我们目前不知道油桐在哪。既然今天这部影片都是给太阳啦，就是现在的洋芋片。那这样来讲一下我怎么跟洋芋片认识的吧。就是嘞，我们以前是自由班的同学，对。后来呢，他就去到了越南去住，去读书啊，所以我们就比较没有联络，对。后来呢，我就滑一滑看到一个频道，诶，叫做太阳 Sunny。 好，点进去大家就看，诶，这声音不是跟我那个自由班同学很像吗？哇，然后后来我就去问看他，他就说，诶，对，是我。然后
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啦，但是好像他后来就问说我就是那个油桶吗，然后就说对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合作，对，是这样。那之前我把鱿鱼片的每一部影片都看了，因为我觉得他很厉害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影片做得很好看，对，真的。而且他的每一部的说明栏都有放简介什么什么，然后下面就是很认真啦，对，那也希望你加油咯，拜拜。